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百万亿无梵天信根坚固恭敬礼拜百万亿无热天合掌念佛清无厌足百万亿善见天头面作礼百万亿善信天念供养佛心无谢谢百万亿恶迦尼扎天恭敬顶礼百万亿种种天皆大欢喜发生赞叹百万亿无梵天这个天上啊常常是清凉没有啊烦恼信根坚固恭敬礼拜这个无梵天的天人见到佛啊来到兜率天说法他们都得到信根坚固不坏的信根恭敬礼拜他们也恭敬于佛礼拜于佛又有百万亿无热天在这个天上的天人没有热闹这些个天人呢也见到佛来他们合掌念佛合起掌来他念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情无厌足他们这种啊的恭敬诚恳这种的心呢、啊、没有厌足是啊恭敬念佛啊非常的恳切至诚的又有百万亿善见天的天人头面作礼他们五体投地的来啊遥礼于佛又有百万亿的善现天的天人也在那念供养佛念佛呀供养于佛心无谢谢他们的心呢没有懈怠的时候也不会停止他们这个念佛供养这种的称心又有百万亿恶迦尼扎天也是恭敬顶礼恶迦尼扎天就是筛九境天顶礼又有百万亿的种种诸天皆大欢喜他们见着佛来了都非常高兴生大欢喜心发生赞叹发生啊赞叹于佛百万亿诸天各善思维而为庄严百万亿菩萨天护持佛座庄严不绝
百万亿花丑菩萨于一切花，百万亿香首菩萨于一切香，百万亿曼首菩萨于一切曼，百万亿末香首菩萨于一切末香，百万亿突香首菩萨于一切突香，百万亿衣首菩萨于一切衣，百万亿盖首菩萨于一切盖，百万亿床首菩萨于一切床，百万亿翻手菩萨于一切翻，百万亿保手菩萨于一切保，百万亿庄严手菩萨于一切庄严居。在前边所讲的这一切的诸天，这个天龙八部，这个诸天有初参天、二参天、三参天、四参天，有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等等的天呢，都来庄严这个道场，护持这个道场。又有啊，百万亿诸天，所有的这个天，各善思维，每一个天人呢，的善于思维入定，这个思维就是入定，就善入一切禅定而为庄严。在这个禅定里边，用这个禅定的功德来庄严这个道场。又有百万亿菩萨天，这已经呢是行菩萨道的天人，拥护佛座，护持佛座，在这儿护持佛的狮子宝座，庄严不绝。那么用种种的庄严具来庄严这个法会道场。又有百万亿那么多的花手菩萨，这花手菩萨他能与一切花来庄严这个法会道场。这个花手菩萨就是在过去修菩萨道，用种种的花来供养于佛，所以他的手就能与一切的花来庄严这个道场。又有百万亿香手菩萨，在过去他修行菩萨道，用种种的香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所以他得到香手，能与一切的香来庄严供养道场。又有百万亿曼手菩萨，在过去他在佛前呢用着种种的宝曼来庄严呢佛的道场，所以他得到的这果就叫曼手菩萨。
能与一切的慢花慢来庄严这个法会道场，又有百万亿那么多的摩香首菩萨能与一切的摩香，他也过去在佛前供养这个摩香，以这个香末来供佛，所以他就得了末香首菩萨的名字，能以一切的末香。百万亿突香首菩萨，与一切突香，这位菩萨在过去行菩萨道，常常用这个突香来供养三宝，所以他得到这个突香首的名字叫突香首菩萨能与一切种种的突香来庄严这个法会道场。又有百万亿一首菩萨，他常常在过去生修供养一供养佛，一供养法，供养僧，以这个一来供养三宝，所以他就叫一首菩萨，能与一切一，能变化出来一切的一宝一。又有百万亿盖首菩萨，这个盖首菩萨有的用珠造的，珍珠造的这个宝盖，有的用牟尼宝珠造的这个宝盖，有的用金子造的这个宝盖，有的用银子造的宝盖，有的用池珠玛瑙来造的这个宝盖，有的用香造的这个宝盖，有的用这个云造的这个宝盖，这种种的宝盖，香盖、云盖、珠盖花盖，一切的花造的这个宝盖。所以这个盖手菩萨，他只要把这个手一伸，就从这个手里好像下雨那么样子，一切盖，一切盖就是宝盖、珠盖、云盖一切一切的盖都由这个手里语出来。又有百万亿床首菩萨这个床，网罗床那个床，他能与一切的床，与一切的宝床来庄严道场。又有百万亿这么多的翻手菩萨，与一切的翻与一切的宝翻来庄严道场。又有百万亿那么多的宝手菩萨，他手里什么宝都有能与一切的宝。又有百万亿那么多的庄严手菩萨，能与一切的庄严具，什么样的庄严呢？妙具他都能语出来。百万亿诸天子从天宫出，至于座所，百万亿诸天子以敬信心并恭殿居，百万亿僧贵天子以身持座，百万亿灌顶天子举身持座，百万亿思维菩萨恭敬思维，百万亿声贵菩萨发清净心，
万亿菩萨诸根悦乐，百万亿菩萨身心清净，百万亿菩萨心界清净，百万亿菩萨诸业清净，百万亿菩萨受生自在，百万亿菩萨法光照耀，百万亿菩萨成就于地，百万亿菩萨善能教化一切众生，又有百万亿那么多的诸天子，从天宫处，从他自己所住那个天宫出来，至于坐者所，到这个佛的这个宝座的前边，又有百万亿诸天子以净信心，以这个清净的信心，并宫殿具和他所住的宫殿一起呀、啊，到这个道场来。又有百万亿身贵天子以身持座，他来呀、啊，用他这个身体来呀、啊，支持佛的说法的法座。又有百万亿灌顶天子，得这个灌顶天子举身持座，用他那个全身呢来支持啊佛说法的宝座。百万亿思维菩萨，百万亿那么多的在思维修这些菩萨，恭敬思维，那么恭敬啊入思维三昧。百万亿声贵菩萨，声贵住的菩萨发清净心，他们都啊发清净心，离一切的染污。百万亿菩萨诸根悦乐啊，百万亿菩萨身心清净，他们都又有百万亿的菩萨啊心结清净，他们没有一切的怀疑。百万亿的菩萨诸业清净，他所有的身口意三业都清净了。又有百万亿那么多的菩萨受生自在，他们去受生去啊，也非常自在的去在这个轮回里转呢，也是非常自在，没有一切的这个烦恼。有百万亿那么多的菩萨法光照耀，他们常常呢说法，智慧光明照遍法界。有百万亿那么多的菩萨成就于地，他们都成就这个实地的这种果位。又有百万亿的菩萨，他们善能教化一切众生，他们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教化所有的一切众生。天子的学识，天子就是天上的皇帝的儿子，天上的天王的儿子，天上的天王的儿子。什么问题没有啊？请师父说一句生上下人马后生事情上面。他的事情太长了，说在那个水镜回天路上说得很详细。
他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主要就是啊，他人家不能忍的他能忍，人家受不了的他能受，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他本来也是一个不认字的人，但是他听到什么道理他就会去做去，实实在在去做去。他从有生以来就虽然没有受过五戒，但是他就不打妄语，他也不杀生，也不偷盗，也不歇饮，也不打妄语，也不喝酒，一句妄语他也不说，他说出的话就是真语实语真实的话。他守孝守了六年，这三年他不讲话，一句话也不讲，不但不答妄语，根本就不语了，他一句话也不说，所以他怎么答妄语啊？好像果童说他也要不讲话，我不相信他会不讲话，他要不讲话，哎，那木头都会说话了，哎，那么就因为他讲话，所以木头他就不说话。那么这位啊老和尚，他是在三年没有讲过一句话，以后要讲话的时候，这舌头都不会说话了。由这个他不会说话证明他根本都没有讲过话，如果他三年不讲话，一说话就会说了，这还是不一定没有讲过话。你们各位想一想，就三年不讲话俺们能不能做得到啊？三年他不吃熟的东西，竟吃生的东西，这样的人一般人能做得到不能做得到。所以啊，这个地方都是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啊，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至于要说他的这种灵感的事情很多，他曾经遇到明朝的人，他本来是中华民国的时代的人呢，他遇到明朝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天呢，有人告诉他，在他耳朵旁边告诉他说，明天呢有贵人来。他就贵人，什么叫贵人？贵人一定是国王大臣喽，出贵的人了，就明天就等着到第二天呢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挑着个高挑，是个和尚的样子啊。他就想，哦，他要贵人就是这个人，心里这么想。那时候他不讲话，那么怎么办呢？就用心里讲话啊，心里和这个人讲话，心里就问这个说，老修行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这个人就告诉他说，他从啊千山来的啊。他心里就讲说，哦，那我正想要守孝守圆满了的时候，我就到千山去修行。看这老修行啊，就对他讲说，你不要去千山喽，
你的缘法就在你这个双藤县这呢，就在哈尔滨双藤县这一带，你不要去这个千山喽。他说那你是哪一位啊？这个人家告诉他说，我呀是明朝时候一个做将军的，叫什么什么人。我以为啊觉得世间的事情没有什么意思，我就出家修行。因为啊我和你有缘，我知道你预备守孝守完了，守圆满了，就到千山去修道。我现在特意来告诉你，你不要到千山去了，就在呀双城县这一带呀，你来弘扬佛法了。这样说完了呢，这个人挑起挑就走了，走了走没有多远，他一看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他根本没有不用口讲话，他用心里来问这个人，这个人就会用口来答复他。所以这个都是一种的不是平常人所可明白的这种境界。这个修行啊，有的人呢就想修的玄玄妙妙的，其实啊就是这个五戒你要能啊守得真了，连心里他都不犯这个五戒，那就会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呢道业成就了。百万亿善根所生，百万亿诸佛护持，百万亿福德所圆满，百万亿殊胜心所清净，百万亿大愿所严洁，千遍百万亿的菩萨善能教化一切众生，又有百万亿善根所生的种种的智慧，这一切的菩萨由这个善根所撑出的这个善的力量、善的智慧，又有百万亿的诸佛护持，百万亿诸佛也同时啊护持这个道场，又有百万亿的福德所圆满，一切诸佛的福德所圆满这个道场的这个庄严，又有百万亿殊胜心所清净，这种殊胜的心呢所修行的所成就的这个清净智慧，又有百万亿大愿所严洁，这过去啊一切诸佛菩萨所发的大愿，一切诸佛所发的大愿，共同啊来庄严而清净这个道场，百万亿善恨所升起，百万亿善法所见，百万亿神力所示现，百万亿功德所成就，百万亿赞叹法而已赞叹，
入此世间都率天王，奉为如来佛之高座，一切世间都率天王，系为于佛入师辅座，入师庄严，入师一载，入师信乐，入师心静，入师心乐，入师喜悦，入师尊重，知而息生稀有之情，入师荣耀，入师可养，细节同等，若有一切的善恒，是过去菩萨和诸佛所修的善恒而升起的这个种种的庄严，又有百万亿的善法所坚固，也是啊，过去菩萨和诸佛所修的一切的善法而成就的那个坚固的信心，来庄严呢这个法会。又有百万亿人的神力所示现，这是一切诸佛和菩萨圣人一切的这个神力大神通力所示现的这个道场有种种的庄严。又有百万亿功德所成就，也是一切诸佛和菩萨和圣人所有的功德积聚而成就的这种庄严道场。又有百万亿的赞叹法而以赞叹，有百万亿那么多的赞叹法，赞叹呢佛，赞叹这个道场，而以赞叹来赞叹这个所有的这种境界。入此世界，就像啊俺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都率天王一个样，奉为如来呀，他来供奉给呀佛的辅之高座，来呀设一个高座啊，请佛呀在这高座登这个狮子座，来为一切的天众啊一切的菩萨来说法。一切世界都率天王，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世界，所以说叫一切的世界。在一切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都率天王，那么这所有的都率天王系为于佛入师辅座，都是啊在所有的那个道立天那个地方那个道立天王啊都给佛设那么一个高广的庄严狮子之座，入室辅座，和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都率天王啊一样的，入室庄严，也像啊这个都率天前面所说这个种种的宝来庄严呢，种种的香来庄严，种种花庄严呢，种种的这个牟尼宝珠来庄严这个法会道场啊，庄严这个法座啊，都是一样的。
入室仪载，也好像呢这个兜率天的天王见着佛了就摇威作礼，很远的就给这个佛顶礼，请佛来升座说法，一样的和娑婆世界这个兜率天的天王请佛说法一样的规载，一样的仪载，这种仪式啊和法台都是一样的。入室信乐，也都像啊这个兜率天这个天王这样的信仰于佛而生欢喜快乐的心。入室心境，也都是啊菩萨都生出一种得清净心，入室尽乐，也都像这个兜率天一切天众啊这么欢喜呀、来呀、礼拜于佛是一样的。入室喜悦，也都和这个兜率天娑婆世界这兜率天这一样的喜悦。入室尊重，也像这样呢来尊重于佛。入室而生稀有之想，也都是啊十方世界也都在那儿啊生一种稀有的这种想，说佛呀是难遭难遇的。入世永耀，也都像啊娑婆世界周帅天那个天人那么样永耀赞叹于佛。入世可养，细节同等啊，像娑婆世界都在天呢这样的渴仰于佛，就好像啊很想要喝水这么样的渴，这么样希望仰瞻仰于佛，细节同等，和娑婆世界这都在天这一切一切的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是都在天王为如来福之座椅，心生尊重，与十万亿恶僧祇都率天子奉迎如来，以清净心与恶僧祇塞花园，与不思议在相云，与种种塞漫云，与广大清净旃檀云，与无量种种盖云，与细妙天仪云，与无边众妙宝云，与天庄严具云，与无量种种受行云云，与一切旃檀沉水坚固莫相云，诸天子中各从其身，此诸云是百千亿恶僧祇都率天子即再会诸天子中心大欢喜，恭敬顶礼。恶僧祇天女永耀心目，剃观如来。而之时这个兜率天王为如来福之座椅，他给佛预备这个狮子的宝座，预备完了之后
请佛登座说法，心生尊重啊，他心里呀、是恳切至诚啊，这么尊重于佛，与十万余恶僧齐都率天子，他啊又带很多的眷属，不但他自己的恭敬，也影响他一切的眷属都来恭敬于佛，奉迎如来，那么这欢迎啊佛以清净心用他这个纯一的清净的心，没有染污的念，这种心与恶僧齐塞花云，那么就从这个都率天子等啊，都用清净心来与恶僧齐无量那么多的妙色花云来啊，供养于佛，于不思议塞香云，又啊放于啊不思议那么多的颜色，这个香的云，又啊好像下雨似的下种种的色漫云，一切的色的漫云，又于啊广大清净旃檀云啊，旃檀香的云，又于无量种种盖云，种种的宝盖啊，这种云，又与啊细妙天衣云啊，天上的衣啊是非常细妙这种的云，又与无边众妙宝云啊，也是啊来庄严这个法会，又与啊无量这么多的天庄严具云啊，一切的庄严具这种云，又与无量种种的烧香云啊，所烧的这个香云，又与一切旃檀沉水坚固墨香云，这种旃檀沉水香都非常的贵啊，非常名贵的坚固墨香云啊，诸天子这一切的都率天的诸天子中，各从其身，都从他那个身上出死诸云啊，在他身上就出种种的云来供养于佛，是百千亿恶僧齐都率天子，都率天子即于再会诸天子中和其他的诸天的天子，心大欢喜，心里也都生的大欢喜，恭敬顶礼，恶僧齐那么多的天女也是荣耀啊，心目剃冠如来啊，都是高兴的不得了，心目啊，羡慕啊，剃冠啊，也就是目不斩舍来看着佛，不在共同不可说诸菩萨中，诸虚空中精勤一心，于出国诸天诸供养居，供养于佛，恭敬作礼，恶僧齐引要一时同舟，待公众，这个都在天宫里头有不可说这么多的菩萨大众，住虚空中，他们都以往昔所修的这个神通，所以啊住于虚空里边，精勤一心，
精就专一其心，勤就是不懒惰。那么专一其心，而殷勤呢，向佛的恭敬供养，以出过诸天诸供养居，以这个超出这一切诸天所用的这供养居，就是比一切诸天用的供养居更为庄严，更为啊殊胜。供养于佛，他用这种的供养居来啊广修供养，恭敬坐礼，让他身口意三业清净啊，一心呢顶礼于佛。有恶僧祇无量数这么多的音药一时同奏，在这个同一的时间来奏这个种种的无量无边那么多种的音药，以这种音药来供养于佛，尔时如来微尘立国，往昔善根之所留故，不可思议自在立国，都率共同一切诸天，及诸天女皆要见佛入对目前，同心念言如来出世难可直欲，佛今得见具一切之于法无碍正等教者，入世思维入世观察，欲诸众会悉共同时奉应如来，而知时如来威神力故，这是啊因为佛的大威神力大功德力大慈悲力大愿大智力的缘故，也是啊往昔所种的一切善根之所留故。那么这个善根呢一生比一生的增加，那么生生世世修了三大恶僧祇劫来呀积聚这所有的善根，由最初所种的善根积聚到现在，所以说所留故啊一生跟着一生增加到现在，所以呀、啊、才能成佛，也是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自在力量。因为佛所修的横门在往昔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呀、啊、成就这个自在的力量这个缘故，以这个以上的种种的功德智慧愿力这个善根种种的缘故，所以呀、啊、才能感动这个兜率宫中兜率天宫这个
一切诸天，所有的诸天的天王，所有啊诸天的天子，及诸天女和一切的天女，皆有见佛呀，他们都很远很远的就看见佛了，就好像啊看见太阳一样。入对目前见着佛来呀，都是对着自己这来的，就像对着自己的面前呢，对向自己这儿来了，同行念言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切诸天的天王，一切天子，一切的天女啊，和这所有的在这个法会的这一切圣众，同行念言，都啊就生出这种的思想来了。什么呢？他想啊，如来出世，说佛呀出世，这是难遭难遇的啊，不容易遇见佛出世，所以说如来出世难可值遇，不容易啊遇着佛出世。我今得见呢，我们现在呀都见到佛出世了。具一切智，佛呀是具一切智慧者，一切智者，于法无碍，他于法得到自在，那么一切的圆融无碍。正等觉者，这个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佛果的这个人，入世思维，像这样的来想念，入世观察，又像啊这样子来呀、观察于佛，于诸众会和所有的在这个都率天这个大法会里边，系统系共同时，那么大家一起啊在同时奉迎如来，那么来啊奉迎奉请啊迎接佛来啊生作说法。